别墅可不常有，排山100万人里只有100人可拥有的诚心别墅长什么样呢？跟我来看看。上下四层数，你敢信，整套建面167平，算下来足足350平，买2层得4层，这赠送力度实名羡慕了。穿过入户前赠送的北花园，从玄关进门就是面宽约9.6米、大面宽的餐客厅。大面宽设计使得整个客厅采光十分充足，南北通透，整个空间利用率极高。走出客厅门，南北双向大花园映入眼帘，我能想象闲坐庭院，云卷云舒，听雨声，心里欣欣赏月影的绝美画面，非常适合和你那不懂浪漫的老公一起听细水长流。来到下底2楼， Oh my god，整个2层竟然有3个套房，简直将主人家的私密尊享做到了极致。主卧近40平，超大衣柜、梳妆台和独立卫生间带双面盆，这里还可以放下大浴缸。南卧室附赠南向观景露台，每天起来阳光洒满整个房间，品质生活就此开始。北卧还可以根据需求做成书房或者精致的衣帽间，开启都市丽人的摩登生活。哇，这地下室又是另一个天堂，约5.4米挑空，南北还贴心自带采光镜，完全可以根据需求做2层，影音厅、棋牌室、钢琴室、茶室任你打造，还能和朋友一起品酒聊天，这样的生活你想拥有吗？乘坐专属电梯来到上叠3楼，我真的超喜欢这里的，你们看，6.5米横宽的客厅和中西双厨，270度全民转角设计，配上这个南向观山大露台，晚上和家人在这品茶赏月，何尝不是一种享受？4楼也打造了3个房间，男主卧约30平的套房设计，设有步入式衣帽间和独立卫生间，女王式的生活不过如此，这简直是为每个女主人量身打造的好吗？这里打造了百变空间，可以放置大衣柜或者成为你的专属功能房，我可以改成我超喜欢的阳光房。这里还打造了个大露台，晚上可以约上3、5好友，啤酒烧烤，享受别样生活。上叠最大的亮点就是附赠阁楼以及近30平的大露台，这个赠送力度我都有点心疼开发商了，看这视野的效果太赞了，面朝江山，南向景观一览无余。东园印江山诚心别墅，下叠附赠双层地下室以及南北大花园，上叠附赠大阁楼和过境大露台，你喜欢上叠还是下叠呢？